而急着要修法通过的还包括了这个证所税。财政部长张盛和今天在立法院就表示，证所税修法不应该再拖了，朝野应该要摒除这个政治对立，希望这个星期五就能够在立法院过关。行政院喊话，希望以最快时间通过证所税修法带动股市，但在野党对版本有不同意见，要求政府先道歉。对此，财政部长张盛和呼吁，希望朝野能够放下对立。这就是政党的立场嘛。如果是我讲的，如果说大家一个目标，如果为了股市的发展，为了经济发展哈，那其实一个何必再延长这一个月呢？一个月后也要通过。本次会期证所税能不能通过修法还是未定数，台股也在观望。29号虽然重新站上8300点，但分析师认为，如果未来修法顺利通过，更有助台股表现。首先还是证所税到底能否在本周如期的过关，目前大概只有700多亿，这个量能说实在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认为要上攻的话，至少还是有800亿到1000亿左右的一个量能。券商认为，证所税通过前，台股成交量有限。换句话说，证所税修正案能不能在31号的立院院会通过，将是台股近期的关盘重点。玉电 TV 五原席戴俊颖台北报道。